Hello，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啊。咁今年 KKBOX 风云榜嘅主题咧就系 The Special。咁我喺度想分享一下对我嚟讲最特别嘅一餐饭。呢餐饭其实唔系好耐之前食嘅啫，就系我同阿 Joyce 啦、阿 Mac 啦同埋 J Dub 一齐食嘅呢一餐饭。呢三位嘅女歌手咧就同我一齐做咗一个见证。就是我人生第一次的紅館，這個再見智慧寺的演唱會，其實對於我來說很難得可以跟他們分享到我人生第一次的紅館，但是怎麼都估不到就一年後原來我們要聚在一起吃一餐飯都是有一個難度在這裡，所以我也很開心可以跟他們吃到這餐飯，然後是希望可以真的緊每一年的這個時間都可以跟大家一起聚頭，所以對於我來說那餐飯吃什麼不是最重點，反而是跟他們一起吃，跟他們一起聚，其實對我來說已經是非常深滿足了。那都要多謝 KKBOX， 因為今年就知道成為了這個十大風雲歌手，多謝你們，還要多謝 KKBOX 的聽眾，你們在上面聽我的歌是幫了我很多。那今年呢都會有新的專輯的，差不多有十隻歌的專輯，廣東專輯，希望你們會喜歡，還有繼續在 KKBOX 聽多些我的歌啦，多謝你們， Thank you。